凡，其实我真的很打从心底感谢你，因为其实你真的教我很多啦。对啊，就常带我听课啊，或是训练我啊什么之类的。哎，我真的有感受到你想要把我拉拔长大，就是成长这样子。然后同时也觉得对你很不好意思，就感觉好像都在浪费你的名单。就是来这么久啊，实习生业绩还没有成长，但是我想跟你说，我未来会继续努力这样子。拜拜。老板，你真的是我看过最热爱工作，然后最有冲劲，然后最勇于挑战的人。然后在你身上，我学到很多的自己以前没有发现的那些，原来自己可以这么坚持的这种力量。我觉得你很真的很厉害，然后也很用心啊，在经营的团队。嗨，老板，好，就是非常谢谢你在工作上面就协助我们大家。你不要再说你是高级助理了，你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。对，然后谢谢你，除了是我们工作上的好伙伴之外呢，你也是我们最好的朋友。OK， 我说，嗨，老板，我是雨露。对，就是谢谢你对我们大家业务员的照顾，就帮我们做很多工具啊，然后就让我们上线可以去用这样子，然后还有就是给我足够的名单，然后让我去冲业绩，去发挥，相信我这样。然后很棒的是，像你还会买一些吃的、喝的、用的那些生活用品，然后让我们就是激励我们、奖励我们，让我们去冲业绩这样子。所以就大家一起加油，嗯，结束，结束，结束。老板人很好，老板真的人很好，好到什么程度呢？好到就是说我们有任何的问题，对吧？我火车票不见了，老板帮我买。钱包不见了，老板帮我报警。对，没有啦，还是我自己报警的。对，然后他就是工作上面给我们协助很多，包含要名单啊，或者是说保全之类的，问财报，老板都人很好，都会帮我们做到好。对，就是我觉得非常感谢老板的一个地方。你觉得老板是怎么样的人？嗨，老板，我觉得你是一个心很软，但是嘴巴比较坏的人。就是会先数落一下对方，然后再对那个人好。像举例，我们去台南的时候啊，那时候就是连环扣嘛，怕我没有起床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呢，我就是因为你提早到了嘛，因为你提早赖我这样，然后我说，那你应该在车站，我就跟你许愿说我要喝绿茶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，对，他就数落我一下，就说，你没看到我在等停车位吗？住那么近还迟到，太夸张了吧？就是会先念一下这样子，就是他就要加上你的口吻。那后来呢，我就是忽略这些话，就去搭车了。就过了三分钟之后呢，你就逮我说我在哪里？我说我在几号车，在等车。你就说我买好绿茶了。我说你怎么可能在三分钟在停好车买好绿茶？就说你跑上来去买绿茶，是不是很温暖？但就是要先数落人才可以得到温暖。负面情绪，就是像上面的老板骂你啊，然后你其实你说你会消化好，可是其实你也是把很多情绪就是可能就是也发泄在我们身上，可是会骂我们啊什么的，然后威胁我们说，比如说像谁谁谁下个月就离开我们团队，可是对我们来讲很大的压力，因为影响到我们上线啊。老板，不要再说你的 PM 是 button 了，不用再威胁我们，叫我们转组签转组单。老板，不要再叫我们转组了，不要再告诉我们说谁谁谁很厉害，我们每个人都很厉害，我们都很努力了。老板，你讲话真的有时候蛮机车的，然后也蛮毒的，也蛮狠的。老板，不要再说他要来一个什么很厉害的谁了，几万几万几万，我们都是 P1 的人，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。当然就是自己要去调试啊，可是我觉得如果说你可以不要这么的机车，你就会更好。老板，我知道你人很好，刀子口豆腐心，为了业绩你为我们拼命，感恩你写财报，然后帮我们写问题组，谢谢你。但是老板，当我们做得很好的时候，你要鼓励我们，不要因为我们做不好的时候拼命的骂我们，很伤心呢。2021年我们一起努力啦，赞啦。